军中八百里急报，萧旭率领50000大军压境，此刻已经到达了雍州城外。我国内水患未平，民心不稳。更何况东宫生变，内外不安，我相信大哥只是一时冲动。若天黑之前，玄甲军不撤兵，我便强行突围。难道太子殿下竟调动了御林军？前面已经没有路了。 没有想到我们历尽千辛万苦，到头来还是死路一条。没事，有我在。大哥，不应该是这样的反应。怎么会这样？不可能。栾飞手中的药，是我给他的。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为什么？